資助打疫苗呢、這個咧就大家諗都諗唔到啊！咁啊，中國而家有一個新款嘅啊疫打疫苗嘅倉，咁啊就可以放到到處都得㗎。咁啊就亦都唔需要人特別控制，只要大家預約咗之後，咁啊個倉有個疫苗喺度，就可以幫你自動打機器打，全部完全唔使人㗎。咁大家睇睇啊！打疫苗你尝试过吗？未来打疫苗也能自助了，可移动自动化的无人疫苗接种舱概念机，3至5分钟便可完成疫苗接种。它是可以提前定制不同种类的疫苗，比如说像流感疫苗、新冠疫苗。现在开始预约，我现在要准备开始接种疫苗。进入舱内，屏幕会对接种者的预约信息进行查证，机器自动抓取疫苗并进行扫描，点击启动，疫苗就会自动从恒温箱取出。把胳膊放到这儿呢，就可以自动完成疫苗的注射了。未来在突发疫情或季节性预防接种期到来时，通过快速部署大量无人接种舱，就能够及时有效地缓解疫苗接种的压力。无人疫苗接种舱，你开眼了吗？